对于演员来说，能否恋爱完全取决于他的专业能力。如果是走实力派的风格，有大量经典的作品以及优秀的角色出演，那么演员本人是否恋爱，粉丝并不会太过于在意。但如果没有什么实力作品，只是凭借虚无的外表和身材吸引粉丝，那艺人和 idol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自然需要树约住自身。实锤迪丽热巴晒黄景瑜 CP 照。6月17号，迪丽热巴为了庆祝电视剧《宫锁精英》收视弹幕量1000万，在平台晒出了100余张多自拍照，以表对粉丝的鼓励。照片中的迪丽热巴是多变的，既有可爱俏皮的一面，也有耍帅扮酷的风格，算是让粉丝们大饱眼福。在粉丝的眼中，自家偶像晒出的每一自拍都值得珍藏，恨不得连照片中的头发丝儿都要放大了观看。但也就是因为这细致的观察，发现迪丽热巴疑似晒出了几张跟黄景瑜的 CP 照，而两人的绯闻也传了有4年之久。看到这一幕，不禁让人起疑，难道是实锤了？根据那张照片来看，迪丽热巴在同一张照片中同时附上了金鱼和一条黄色的热带鱼的表情，还给自己放上了一个想念的表情。除了这三个表情之外，照片中没有再出现任何表情。而金鱼是黄景瑜的别称，热带鱼是两人的 CP 名，大粉脱粉回踩。除此之外，迪丽热巴的一张自拍中身后出现了一名白衣男子，其脸型跟黄景瑜很像，都是大长脸和短发，因此遭到了网友的质疑，认为两人已经同居了。看到这些爆料之后，很多粉丝都去询问一个大粉，并质问他为什么没有出面澄清迪丽热巴的恋情。本来大粉的心情就比较烦躁，让粉丝一逼问他，直接脱粉了。在走之前，他还写了一篇千字文，用来回踩迪丽热巴和黄景瑜的恋情。他说迪丽热巴这次的照片并不是意外，因为艺人的团队非常敏感，在恋情闹到最热的时候，团队听说一个代言有黄景瑜，就立马拒绝了合作。就算是巧合，又怎么可能同时出现金鱼和热带鱼？这两个表情并不挨在一起，更是有很多可代替的表情。曝光4年约会细节，大粉表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隐忍这件事情，可是迪丽热巴并不知道收敛，多次跟粉丝暗戳戳的秀恩爱，还把大家当傻子，以为没有人能够看得出来。为了证明自己说的真实性，他还将两人4年以来的约会细节曝光了。比如两人在参加上海某盛典的时候，别的艺人在结束后都留下来拍照片，只有这两人都是第一时间离开了现场，并且第二天大家都离开的情况下，他们都在上海停留了一天。要知道黄景瑜在当天有开机仪式，但他缺席了，并没有去，对外也没有解释原因。看完总体，这个大粉说的基本也都是网友已经找到的证据。每一次遇到绯闻问题，迪丽热巴的工作室总是避重就轻，不知道是为了博取关注还是确有其事。希望作为男人的黄景瑜能够正视这件事情，没有必要让一个女艺人因为自己被骂。